他们从加利利到了湖对面的加大拉。耶稣，至高上帝的儿子，你要把我怎么样？求求你，不要惩罚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群，求你别让我们进入无底深渊，让我们进到猪群里去吧。喂，回来，别跑，站住。那群鬼离开了那个人，进入猪群。回来，你这行巫术的，离开这里，走啊！离开这个地方，走啊！离开这儿。无论你到哪里去，请让我跟随你。回家吧，告诉众人上帝如何救了你。